买一栋房子换你下半辈子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在跟你要钱，这样啊，他不一定可以真的换到你下辈子的幸福。那这首歌给我你的钱，这首歌你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哦。啊，副歌很简单，我教你们怎么唱一次。给我，换你们。给我你的钱，换你们喽。给我你的钱。好，对的哈。OK， 那等一下我副歌，我就会 cue 大家一起唱。他说你们要加手势也可以，你可以伸出你的手到你隔壁同学、隔壁朋友的前面，然后跟他摇一摇，他就会把钱放在上面，这样可以哈。好，最后这首歌，给我你的钱 ，Let's go。刚刚这一个小时在抢眼花。在的衣柜还挂着几件大衣，但那些都不重要，新产品会报道，跟不上的流行会被别人唾弃。给我你的钱，欢迎你们喽。给我你的钱，一个人几万起饭后的话题，别忘了成为他们口中的明星。手机要两万一，平板要两万七，金额一次比一次更触目惊心。你要赚更多的钱来满足你的开心，但买不完的欲望你可真开心。快要迷失了自己，玩了金钱的游戏，反复循环变成资本家的工具。给我，一起来，给我你的钱。